坏名字排行榜，现场艺人纷纷中枪。他认识的朋友只要有水的话都很危险，对，像白云之类的。接下来看第三名，邱泽宪，因为太多的中线已经扬名立万了。第五名是谁嘞？不需要排名，不用不用。他是越改越糟啊，生肖属龙。就在今晚11点，《麻辣天后传》准时上朝。